佛婆提心先修，千万亿种异劫啊，令彼得益为利，是教得益为喜，开众生佛地界，速其我立利益。啊，用心想，用心解，是啊，咱安尼一连串啊，十六三米的大通地性佛道场，除了听法所听的啊，从四体十二缘法听入去啦，体会啊，人生苦啊，苦来自于集种种因缘，做种种业啊，累积无明啊，烦恼习业，这都是苦所积来的一切。他怎样？要安怎样来灭苦？大通地性法啊，一直用真长的时间来开始众生苦集的理由吼，伊的来由啦，伊的道理，同时呢，卖用心嘛来教导，要安怎要治疗苦的方法？那用种种法来施教，要安怎来灭啦？灭掉了种种无明习种，安怎样？会当予人人呢？心归于一片呐、啊，寂静定清，一片的清净，一份人人本具真如本性，咱的心会当归转来，安尼真如本性，方法呢，就是爱。用心修道，所以叫做苦集灭道，是安尼讲，不断安尼说，时间用真长的时间来由一开始，这都是佛佛道道。大通地性佛是阿弥，释迦牟尼佛也是阿弥，以苦集灭道啊，耐心呢施教，看看讲，敢那为国的人啊，都爱三转啊，何况呢？行出来，芸芸众生啊，根基呢无清者，讲了再复讲，说了再复说，讲说啊，就是耐心面对着芸芸众生。干那要予大家人知苦啊，都无简单哦。人间真侪苦法，苦法的源头，伫这个无明，
无明色不断作，这种不断累积，是要安怎的方法，让大家人呢，那不断了解，不断断除，啊，这个再爱较耐心嘛，那份慈爱的心，不放弃众生啊，啊，不是一生一世，那都爱生生世世啊，长期无量寿劫佛的伴，要等待，等待到地苦改集发心去地灭，然后会当入道入菩提道，实在是真困难。不过在法会上啊，十六沙弥虽然是同住出家，因体会，因了解了，而且不只是体会，素体法经过在呢，佛陀所说的十二因缘法啊，真透彻啊！原来呢，生命的来去，生命中的苦难，就是以缘一念的无明起啊，就安尼绵绵连连呐，安尼直直呢延落去，所以一切由不得自己，苦啊，又是苦啊，了解啦，安尼了解这个法呢，要安怎样才会当到达究竟？所以，就向佛啊请求，请佛转大法轮，希望爱了解，是佛的境界，佛知佛见，这是十六沙弥的目标啦。所以，因听佛知佛见啦，因了解啦，发菩提心，一种追求无上正定正觉，这条道路呢，是这么一种决心，而且信受啦。这些十六沙弥的心境啊，追求法是遐尼困切，而且呢发大心啊，愿意接受六道万行的教育，这让人真感动。过去大通地幸福时代是阿尿，其实啊，伫现在人间啊，咱也会当看到真多小孩童，迄、那个心境呢，真清真明啊，发讲互伊听。伊的理解力啊，无输大人，而且呢，伊的这接受啦，道心嘛真坚定。美国乔治亚州一个六岁的囡仔，小小的孩童，才细汉六岁尔尔，
人生啊，就碰到迄个苦苦。四岁时，老爸就死了。迄份四岁的孩童失去老爸，迄个心啊，也已经体会啦。最敬爱的老爸，忽然间无去啦，真正嘛是悲痛啊！就是对老母单亲的家庭生活，那么在前个月，就老母呢在睡梦中啦，困困。透早无精神，囡仔精神啊，叫着老母啊，归哪厝，甲老母直直叫啊，搁再叫袂醒，试看卖，搁叫用摇的，不管是大声叫啊，双手用力摇啊，老母。还是无精神啊！原来呢，老母往生了啦。六岁的囡仔，这个时阵要安怎呢？阿姨出面啦，来帮忙料理后事啊！阿姨是这个囡仔。唯一的亲人，所以阿姨来抚养这个囡仔。但是这个囡仔呢，当然也真心艰苦啊！几天的时间，忽然间啊，甲阿姨讲，希望阿姨呢，会当完成伊这个愿望。是什么款的愿望啊？就是希望无爱搁再看到呢愁容忧悲的面，伊想要去无33,000个的微笑。阿姨就讲：你要安怎样去无33,000个的微笑呢？你要安怎做啊？伊讲无困难呐，啊要安怎做啊？要求阿姨为伊呢准备买迄个小小的礼物，伊希望阿姨呢会当陪伊伫迄个人来人往啊，迄个市区里，伊呢就。手提着阿姨买为伊准备小小的橡皮擦，安伫迄个所在小玩具啊，会当通小利用啊。伊就伫迄个街路边啊，给向每一个人来往的人呢，安尼真有礼貌，甲这个小小的小玩具吼。看到人就真有礼貌，带着微笑送人啊！哎，大家人看到这个囡仔，提到这个真可爱、小可爱的小玩具啊，安尼呢要送人，真可爱啊！大家人呢都会对微笑讲：感恩你，多谢你。哦，你这要送我哦！每一个人啊，向这个囡仔呢，都有安尼的表达啊。这当然啦，安尼的过程啦，记者呢就开始跟啊，就对啦。哦，问阿姨讲，安尼这个囡仔安尼做啊？你感觉安怎？
是不是真成功啊？大家人拢是现出一份的微笑呢。阿姨讲，无一定啊。人是真奇怪，多数的人有微笑，有部分的人呢是无。呀，你的感觉安怎？记者安尼问啊，伊讲。虽然看到囡仔安尼伫咧付出，愈付出愈少，要去看无人人微笑。虽然真侪人伫咧微笑啦，相信这个囡仔是愈是静默。记者也认定应该是安尼。这个心态呀、啊，但是这个囡仔，记者就来问囡仔哦，问讲你，诶，目的是为着啥物？目的就是无希望看到人人呢愁容苦面呐，希望人人拢会当。过着迄份微笑的生活，你要用什么方法啦？让伊安怎的表情，伊就做一个真可爱的方法，就安尼两只手对嘴角呢，安尼可以上扬一下，就是希望人人安尼的表情啦。记者就问伊讲：“你相信你做会到33000个吗？”伊讲：“我相信，上帝绝对做会到。”看，这句话呢，实在是予人真震撼呐！伊出世伫安尼个环境，伊上。是上帝做的到，但是呢，这物件是伊伫咧送啊，是伊的心愿，伊的目标啊。记者问伊讲：“你相信你做得到吗？”就肯定的相信上帝做得到。可见呢，佛性即性啊。上帝在哪里啊？在孩子的心灵，或在哪里啊？在十六王子清净的本性的内底。想看菩提心大角度啦，是不是咱人人会当信受呢？人人啊，都是有这粒佛性啊。咱做会到哦，六岁的囡仔都发安尼的愿，要予33000人接触到，对伊有安尼的微笑，希望人人养成了安尼的微笑，一个囡仔。33000个人会当向伊微笑，咱即马伫咧讲诶，十六王子伊诶信受呢，其中啊千万亿种异形，那大通地性分，用这长诶时间来说话。十六沙弥体会了解啦，信受奉行，各有声闻呢，嘛会当信解啊。但是呢，各有千万亿种异形啊。这人的本性吼，怀疑无明啊，
这种的烦恼也是同款有啊。大通智性佛时代有，但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。咱现在呢，芸芸众生啊，这种恶作恶事，这个时代有啊无呢？肯定有。那看迄个囡仔伫街路无微笑啦，阿姨都讲，多数的人有，也是有少数的人无。对一个囡仔，人人应该呢，哎呦，真接近的心嘛。确实，也阁有人呢，对阿尼的囡仔，这个心拍袂开呀，一分的微笑呢，都无愿意付出。想，这人就是。阿弥陀佛啦，所以千万亿种异性，那为着那要好大家人会当信受，大通地幸福啊，也要好十六沙弥有机会，所以立正摄去咯。禅定中，有疑惑的人无底问路，十六沙弥呢，勇于承担，他就开始啦。这大众大开去，各人呢成就啦，这令彼得益为利。一因呢，来甲大家人讲，十六沙弥都有十六根呐，怀疑的人众哦，安尼呢，对着十六沙弥分开，十六沙弥呢，一一成就来讲说，无不都是呢，令这些怀疑的人啊。安尼呢，得到利益，信解利益啦，信解了后，人人欢喜啊，解开了心的疑惑啊，这呢就是叫做得益，心意开解啦，得到真好的法入心啦。人人会欢喜，这呢就是利他。因大家人疑惑，受了沙弥呢解惑，来利益他人，增长智慧，成长慧命，这就是利益啊！所以施教得益。为喜啊，将大通地幸福的教法根基的心灵，安尼接受来啦，如是我闻，搁在呢，点是一处，用耐心啊，看看来解释，这叫做思考。施教啊，对对方疑惑的人，会当解惑；对自己呢，也会当增加信心。所以彼此受益啦，欢喜啦。所以开众生佛的地界，人人呢都是安尼。将疑惑的众生，在十六沙弥啊，解说大通智性佛慈悲的本怀，佛智慧的见解，
从十六沙弥的口中，安尼呢再叙述出来，那予大家人会当了解哦，原来呀，佛的慈悲啦，这予大家人了解佛智慧啊，是遍虚空法界，无所不知，无物不解。原来佛的心怀呀是安尼，所以四机五力利益啦，这十六沙弥呢，用安尼的方式，各国呢为因的结缘种啦，安尼呢来引导吼，引导他人呐，利益他人，同时呢。那正中家己的智慧，眼说吼，智慧辩说吼，眼说拢总会当增加，这就是佛大通智性佛成就十六沙弥呀，这佛的教法，那么地主接受呢？依教奉行，这种殊殊成就啦，哇！你真令人感动呢。有付出要教的人，对有心想要接受的人，哎，锲而不舍，这当时爱修，无间爱修。无疑爱修，那尊重恭敬的修，这种心不间断的修持，这是偌重要呢？咱爱真用心啊！正面的文啊，讲时时十六菩萨萨弥。地佛立色即念禅定，各性法座，八万数千劫，为数无穷，广说分别妙法华经啊！啥物呢？地佛立净色啊！禅定的时啦，十六沙弥呢，开始各国兴作啦，人人真多，也阁有疑惑，所以因都安尼承担起这个责任。各国呢，大开了，甲伊有缘的人，迄、那个结缘种啦，去兴作解说吼。时间偌长呢？八万数千劫，为数无穷，广说分别妙法华经啊！同款用这长的时间，是向数无穷呢？国内底阁有比丘、比丘尼啊，又菩萨又菩提。都来听沙弥说法啦！哇，这个境界是让人多欢喜呀！沙弥成佛的教育，阿弥来再复述，以心内所了解的法，所以大家人呢欢喜接受啦。接下来的文啊，再安尼讲，一亿皆多六百万亿，哪有他恒河沙顶众生，示教利喜啊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真的已经
开始摄入沙弥，甲大家人打开每一个沙弥啦，它所度的呢是600万亿那有他幸福沙定的众生，可见释迦牟尼佛啊，也是阿呢度了600万亿那有他幸福沙数的众生啊，和众生四教离弃啊，这是的。摄入沙弥的时代，吼。这种摄入沙弥。一一解释道团，在那当中就这样呢，成就众生啊，数字呢，真多，是600万亿，那有他众生啊，遐个有意识的人，大通地性分说法。这些人还有意识，所以这些人得到沙弥啦的有缘的化度啦，这个意识呢拢总解开啦，所以这所度的600万亿都是这些人不解之众吼，那因拢一一个解开。一念意识了吼，啊，那有他，这600万亿，那有他，迄个那有他，就是无量难以计数名，叫做那有他，反作咱的意思，就是真多无量数。这是披幸福沙数之多啊！那有他就是真多，啊，常常拢讲幸福沙数，那就是无量难以数计啊。那叫做那有他，也是幸福沙，遐尼真多啦，来譬如啦，也如600万亿，来代表呢这个。人若有这么多人啊的人数，那就是该教育清净人人啊，清净六根，安尼都是安尼缘来吼，哈六根啊，十二处啊，十八界呀，拢总呢。是对这个六根起来，经才解说过吼。那希望人人呢，在这个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啊，三六十八呢，完全拢可以清净。这就是咱人生无明的法啊。在咱的心无不都是外面的境界。咱的根去缘，咱的意识呢去起烦恼，等等啊，那么安怎样才会当解脱？都要净除，完全清净了这个六根，对境不生心嘛、啊。
那么意不动摇，就是爱安尼去体会法吼、哦，这是佛陀说法啦，用真侪种的方法，咱要安怎来接受啊？这个教法，因为众生的无明烦恼多，都爱开这呢正侪种的教法呢，名词无同啊，其实呢法就亲像水同款，无不都是。要洗涤咱众生烦恼过位，是一项，就亲像河水，就是一上一面啦。但是呢，爱普及呢，这个天下万物吼，真多无不都是干那一项法，这法啦。真正要安怎来度化众生啊？所以示教利喜吼，或者这么正多的众生来甲教育利益欢喜。示教利喜，就是无不都是安尼的法啦。所以，其本有之无上觉心，因为人人啊，本具佛性嘛，人人都有佛性，要安怎可以回归呢？真如的本性呢？啊，唯有教之以。菩萨修行之道，除了苦集灭道啦、十二因缘法啦，上重要的呢，就是爱护伊见苦知福，入灵群中啊，了解呢这人间的苦难，和人群中呢这种人甲人的相处。发生的问题，这种人群中呢，去体会啦，烦恼就是伫人甲人的中间，伫人甲事的中间，安尼呢所发生出来，所以咱一定呢了解法了后，爱入灵群去吼，所以教之以菩萨修行之。多啦！你那无会入去，咱那无去接触啦，无法度体会，干那听法听话啦，听都听，讲都讲啊。但是呢，咱家己无去体会着，甲人讲，讲啊，啊，这杯姜汤啊。你今啉落去啊，都会真舒服哦。讲的人呢，敢若知影姜汤真寒，你啉落去真舒服。但是呢，姜汤毋是我炼的，我也无有去接触到姜汤啊。呀，我。甲你讲了，你知影？你开始来捧着这个姜汤起来，真寒，我赶紧甲伊啉啊！啊，好舒服啊！规个身躯呢，经络啦，拢规个畅通起来，心，这个身体温暖啦，我知啦。就是爱安尼，咱爱入灵群去啦，真正接触到，才会当了解原来法就是安尼，苦法
是安尼三生啊？你用什么方法呢？予人人会当体会，唔通去做业，佮会当帮助人脱离苦难，真呢？就是爱行菩萨道，有去伫咧行菩萨道呢，众生得到利益啦，哇，咱欢喜啦。所以行就是爱去行动，发入心啊，行在法中啊，安尼呢才会当行喜吼、哦、利益，真呢就是欢喜功德自在。有法喜，因为付出了后啊，咱的心安啦，苦集不易，福为说法啦。因已经的苦已经去除啦，法也入心啦，啊，在人生中呢，平安自在啦，自然呢，法喜呀，啊，修行就是安呢。彼此啊，帮助人的人欢喜，被帮助人的人呢，得到利益，这彼此之间啊，欢喜利益互动吼。是，就是知识的意思吼。教呢，就是教教，法就是安尼啦。这，甲大家人展示出来，予大家人看，过去的佛是安尼讲啦。我听，我了解，我从过去听的法，搁安尼甲恁讲吼，那。令彼得益为利，予大家人呢，拢总了解啦，伊也欢喜啦，转苦为乐啊。亲像咱现在嘛，定定听着啊，较早我拢想袂开啊，逐天呢，那以泪洗面啦，但是即嘛呢，看开啦，了解啦。就亲像迄个小孩童，老母又未醒啊，原来是死去了。但是呢，伊嘛是几那工真艰苦啊。但是看到人人愁面、愁容、苦面呐，好骨较艰苦，他会晓想出了微笑，微笑。有人会问伊讲：“啊，你逐天微笑，爸爸妈妈拢过身去啊，你敢袂艰苦？”啊，伊个面呢都很凝重的。哎呀，想着会艰苦，不过人人人拢会死呀、啊。六岁囡仔呢，就是安尼了解道理呀、啊。转苦为乐啊！那么常常听到啊，一挂菩萨啊，我过去是安尼呀，一人生看未开，接触到自在了后，道理啊，看到比我较苦的人搁较侪啊！我过去的糊涂，哎呀，看到比我较糊涂的人嘛真侪啊！我即马转过来了后，我平安，我自在，我快乐。那么定定听到安尼的人，那已经现在呢，转苦为乐啦，转烦呢，那行入角度的面顶，伫咧帮助人的人生，足多啊，这叫做菩萨吼。所以啊，喜。他得益为喜吼，
啊，看到别人呢，已经呢离苦得乐啊啦，咱家己呢嘛也真欢喜。所以啊，开示众生佛之智见啦，这叫做开示众生佛的智见。那佛陀的智见是安呢？我了解，我讲给恁听，吼、哦，四句五念。和其他有怀疑的人，伊嘛会当了解啊，真诶，彼此啦，都拢有得到利益吼。所以，莲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定正觉。异性呢，既然起敌啦，那自然啦，这。会当了解觉悟啦。这就是爱咱人人除了苦集灭道了解，十二因缘了解，咱爱搁再进步，爱六道万行啊！咱爱教佛，同款的慈悲心嘛，不忍众生苦，投入众生群中去，去造福人群，结众生缘啊！这。就是佛的心吼，那就是菩萨的观呐。十六沙弥呢，已经发心入愿了吼，所以那以阿弥为在结缘众呐，宽恕解开了疑惑啦，都爱宽依呢入。菩提道起，吼，这就是无上正定正觉，所以宽发无上大道之心，劝大家人要好好的发大心入大愿呐，所以发菩提心呐，安尼叫做得道，这些人那发心就有得道啦，吼。咱过去生啊，应该也就是佛的结缘众，释迦牟尼佛的结缘众，咱已经呢得道，不是讲哦，是得道，相信呢，相信这沙弥所说的法啦，咱已经相信啦。但是相信了后呢，咱这是爱开始。下功夫哦，吼，这就是十六沙弥的道，才会结缘众六百万亿啊！咱原来伫六百万亿其中的一个，伫恒河沙其中的一粒，吼。所以啊，咱有有幸啊，今生出世呢，虽然无见到佛，确实呢。咱也搁听到法啦，咱爱好好把握吼。那大通地性佛国，八万数千劫亿，搁落来一文吼。那将三昧起啦，王爷法座，安详自坐。大通地性佛啦。已经过了八万数千劫了后，将三昧起，因为沙弥呢，佛入定八万数千劫，沙弥说法也是八万数千劫。看了解呢，沙弥结缘众呢，已经完成了，已经第一。提起了迄个意识啦，也已经接受
三昧的法乐吼，所以啊，以大通地性佛已经知三昧起正是时存吼，那前面的文立禅定嘛吼，那现在呢叫做中三昧起。立定，那就得爱出定啦，是从三昧起吼。这三昧就是禅定吼，出定啊，立定不出定吼。那佛九住定中啊，金将定起吼，佛用这长的时间立定，那也是。过了后，还是呢，从定中起来，起到呢，妄念发作啊，安详自坐，开始呢，个复归发作来了吼。自正式出啊，往法座处，该爱讲法的地方去啦。这安稳上心，就是安尼真安了解呀。大家人为这个疑惑的人解说啊，过程安怎呢？所以真详细。来了解十六沙弥啊所大结缘者的讲说，者的众生吼有疑惑的众生啊，的情形安怎？佛嘛是爱关心嘛吼，啊恁去讲解了后，啊结果呢安怎？就安尼问一吼，那。这种真正的安详啊，真关心，这个详细就是关心啦、啊。详细来问吼，到底大家人的了解程度安怎吼？所以立足行动啊，初步之果吼，那么看看大家人啊，安尼呢？真正的安稳，安稳呢，就是真安静啦。虽然是出定啊，嘛是足安静的吼，无真错的这个激动啦吼。那其修的位移，遐的人或是遐尼安详起来，了解呢，这个时间这么长啊，是不是大家人呢？拢真稳定，人人呢是毋是呢？同款照安尼接受法，是毋是同款安尼伫咧修行呢？所以因为了解了后啦，就安详自坐吼，所了解啦，大家人是毋是有修法，有修规矩呀无？有听话无？有理解无？安尼哪行？了解了后，然后呢？安详自坐啦吼。这个妄念的过程是关心大家人。那关心了后啦，安心啦，所以呢，就伫法座上安尼坐落来，叫做。安详自坐啊，
佛的生活是安尼，甲咱人的生活同款咯吼。那么，这教育是安尼，甲咱现在呢，这教育呢有同款啊无？其实啊，生活是拢同款啦。释迦牟尼佛说法华费尼奥呢就入灭啦啦，这过程中七八年的时间呐、啊，虽然是讲说大乘法，七八年总唔是拢坐伫遐讲话，七八年总唔是拢坐伫遐听法嘛，同款呢是安尼伫咧生活。安尼伫咧讲法，安尼伫咧听法，安尼伫日常生活中，日常的生活合不合法啦？有如法啦无？法是安尼甲恁讲啊。那么佛伫咧静坐的中间，大家人有按照规矩也无？这。是不是有立足轻动吼？那是轻安自在呢，或者是初步的动态呢？这因为啊，同款真关系嘛。那咱的生活听法了后的过程，人人有循规矩也无，这就是生活。咱的生活呢，是不是佛会当安心？哦，这就是咱爱用心啦。佛陀在世嘛是安尼啊，伊所带的众生就是安尼，所以伊关心呢，伫生活中，这就是证明关心伫生活中吼，大家人。安尼听法，安尼生活，到底有如法也无吼？有如规戒规矩也无？这呢，就是佛关怀大家人的生活中举止动作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。